看大家的狼狈样，就是、大家都很狼狈，而且我还没有脱鞋。各位觉得现在目前如何？哦，我是穿羊。来，你们觉得现在心情如何？我是有带那个。分享一下烟。哇，好，潘金龙，你现在心情如何？很。那紫薇，你心情如何？我看到金龙上面可以挤出水，我都觉得厉害。快看一下，我看鞋子就是这样。下大雨。虽然这也是不错，但就是骑车好累。耶！嗨，嗨，紫薇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来，快点，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。蓝贝加悲惨，没有其他心情。换隔壁这一位。我想要洗手台。那这一位呢？那个一直在看旁边的。我只想要休息的，快累了。今天的行程到此结束。对，没错。快点，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什么行程。早上搭车。然后吃午餐，租车吃午餐，然后去文创园区散步买饮料，结束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，谢谢大家，太棒喽！还有烤肉，那是晚上，可以现在烤喽，吃一吃，赶快休息了。好好笑哦，耶、yeah.！烤肉在这边。这是我们的帐篷，耶、yeah ！帐篷，哟、我们在录我们的房间介绍，耶、yeah ！这是湿掉的外套们，湿掉的学士服。湿掉的我，湿掉的安全帽，还有湿掉的行李箱，湿掉的鞋子，湿掉的行李箱 2.0， 还有湿掉的手。还没有，有那个一些竹块啊，可以把它放进去，它会烧比较久一点，火会比较不会洗掉。耶、yeah ，烤肉。小朋友都会打火了，我们在看。金龙加油！然后这两个在耍废，快看耍废二人组。烧不起来的我们。换你了。娇生惯养的星光千金，快看他。他都没在动，负责指挥，好像有、哦，很冒险，很两极，我好像站在云峰面，对，很快就可以吃，快跟镜头打招呼，还有我们的幕后金融，耶，烤肉肉，大概是快最后一波了。耶、yeah, ，这是花枝丸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吃东西。耶、yeah. ，来看看我们的伙伴今天穿什么衣服。这个是这个不愧是黄黄伙伴。耶、yeah, ，熊熊伙伴。然后那边还有一堆木头，这里是狗在睡觉。谢谢谢谢这位朋友，快来欣赏海，耶、yeah, yeah. 一起来看海咯、yeah.
请问你们满意这个行程吗？脚步去脚步，只要下雨什么都满意。对，没错。耶、yeah ！不要拖新娘就好。好，我们就让我们等一下把宜安丢到海里哦。哎、hey, ，no， 可以。耶！yeah, 现在是换上学士服的各位。现在是 AI 生。不要叫我大学生，叫我 AI。耶、yeah, ！要来拍学士服咯，希望拍得了照，谢谢。大四老。这个大四老人，那这个22岁老人。不要再想了，先吃。早餐咯，紫薇的是吐司培根，然后我们都喝奶茶，水果薯条。我跟金融吃汉堡，宜安的是有起司的吐司培根，耶、yeah, ，开心吗？来看一下紫薇 ，Hello， 耶、yeah ，好，来接下来帮你们介绍我们三轮车，我们三轮车属于300cc 三轮车，所以我们的龙头会比较重一点，因为它没有动力方向盘。好，我们现在试一下龙头的重度。来紧张，不要去撞树，脚刹车放掉，脚刹车不要按。
播放店，这是浴室，浴室，浴室，然后这里有可爱的我，跟柜子，房间，耶，还有海景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请回答。花莲的夜市。哪一个夜市？请回答。东大门夜市。很好，我刚刚在烟波耍废了一阵子，终于出来觅食了。因为差点要睡死了。这个想睡觉。因为差点。导航导了一天，还导到奇怪的地方。导航。然后也不知道那个啦，骑车的是谁特别辛苦呢？骑车的美女在这里耶。Yeah、嘉宾、啊。我们要来逛，没有，这不是，这个不是。好，我们要逛夜市了，耶耶！我们来吃东西咯。太好了，这是臭豆腐，不是，这是马吉，还有这个烤肉。好，这个好特别哦。来吃吧。开动。小米的。我这样吃给大家看，吃播。嗯，上面就是好不一样哦。你们南部是不是都不会？这里都没有得塞耶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们是不是都不会有那个洞洞？你们有洞洞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蒜汁什么都要加在里面。对对对，一定要有。这个还真的，这个跟南部的不一样。但我比较喜欢我说的那种。我们是会是小颗的方形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嗯。嗯。它肉干很嫩耶。金龙，这两个你的，两个我的刚好。好。跟台中的不一样吗？除了洞以外，很不一样，我觉得味道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蛮像的，跟南部除了形状以外，我觉得味道很不一样。接下来跟南部的是一样的。你好，台北饶河夜市有一家很好吃，嗯，我最喜欢吃那个我家附近的，我最喜欢吃中华路的，我最喜欢吃我家那里炸馒头那家的。好切，哦，这样的感觉还是不太对。没错，我还是习惯，对，塞进去，嗯，正方形，然后塞进去。我以为我完全没，我以为全台湾都这样。我也是，我也以为。看来我们中部人的迷思。中部人不要以为你们很强大。我一直都知道两种位置，看来是南部的北海都会知道别人的，因为我们不是最强的。就像我以为全台湾都有短米鸡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不知道原来没有。做什么？大面羹。大面羹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。我到现在也没有吃过。像这里啊。在看他们在干嘛。你今天眼神比昨天不呆滞一点。昨天太累了。嗯，看来你昨天晚上没有做到太劳力的事情哦。哎。没有梦到主角，我就觉得很棒。说不定你今天晚上，你这样讲一讲，今天就梦到了。要先难得喝酒，先摸一下好吗？等我一下。好，我们结束。大家跟着镜头说耶。我们的还有耶。耶。依然喝酒咯。金融喝酒咯。紫薇没喝。喝酒吗？因为我要负责把三个人喝起来。吃早餐，来看看你们吃了什么。那个假小鸟味，真假小鸟味，真小鸟味，真大胃王。吃早餐，耶、yeah ！不要再滑手机咯。这里，耶、yeah, ，桌型，嗯，下一个你们两位，我们做桌型哦，缺点是行李很难放。对，没错，虽然不是桌型，行李也很难放。金融喜欢坐我对面，没有理由。这个在拿东西，拿东西，拿东西。
这三天喜欢什么行程？我最喜欢好，谢谢金龙 ，Hello。你这三天喜欢什么行程？淋雨。淋雨，第一天的淋雨行程吗？夹着宜安的超大行李箱淋雨。哦，还有第二天的蒙阿波行程，海岸线蒙阿波。那你想到了吗？啊，我喜欢倒着一轮。哦，你喜欢沙滩车？我想要撞树的行程。对，我喜欢栽进树林里的行程。你们好坏哦。紫薇呢？你这三天喜欢什么行程？破产行程。破产吗？破产大亨。星月音破产喽。休息站跟那个休息区跟那个。无人岛，无人岛行程，太棒了！花莲拜拜，金龙说拜拜，拜拜，他开走了。